完以后，那么多啊，参议院啊，是啊，众议院、参议会、众议会，啊，是各军的议会内底要爱做的代志。咱上课已经一点钟了后，就要做一个测验。啊，大家爱了解，咱有两个，第一个，那是做参议员、众议员，啊是议会内底的议员，当然拢是咧监督行政单位的官员。咱拢爱审查预算，啊，那是伫参议院、众议院内底，各一个任务就是讲，要爱来定这个法律法规。咱手上有一本，大家啊，拢考试也考过啊，但是这本啊，我要拜托大家回去搁看看咧。你认为那无较适当的，你会使甲改？是安怎？我伫遮要甲大家讲，即讲是拢讲草案。什么叫做草案？迄无一定拢爱照这个草案来通过。你认为某一条无法度咱议会来监督政府，咱就要来甲改。咱阿伯啊，是咧监督政府有照咱的宗旨安尼做无？咱过来了解一下，咱的宗旨是啥物？为百姓设想，皆拢足清楚。所以，即内底所写的，拢爱为百姓设想。所以，要拜托大家，安尼好唔好啊？啊，感恩啦！啊，大家转来都较认真嘞吼，因为希望我已经有接一张吼，人顶一期的吼下来，吼、哦、你要嫌我无要紧，互手里转来，希望七月二号以前啊，会得大家改哦好。我哪会安尼讲？叶世文案件，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？是安怎会安尼？根本行政院独大，因为这个预算编落去啊，营建署伊要安怎补就去安怎补嘛，啊。国会有法度伊也无，无嘛。所以这点，大家回去详细看好。所以咱坐伫遮个阿伯，咱拢是咧监督政府的，啊，甲咧审查预算的，啊，
这个草案，就是你要来立法的，你对咱人民有贡献无？这都是基本的。你所想的，你所看的，啊，甲写写嘞，安尼，咱今仔日来上课，才有意义啦。因为这个是要让大家啊了解一下，安尼大家七月七日以前，你写写嘞，改改嘞，你交予我也好，交予咱潘议长也好，啊是要交予组长进啊进所。拢会使哩，甲转来，吼、哦，咱这是足重要，足重要。啊，无咱虾米叫做预备会议啦？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好啊。啊，都会议就好啊，预备会议。必须听甲咱讲，咱拢无经验。啊，无经验爱安怎？爱大家较用心嘞，啊，大家较认真嘞。咱要超越，来杜绝一些流亡政府没有办法达到的目标跟宗旨，安尼咱才有意义啦。所以咱现在啦。要过来学习，什么叫做啊公政策？好、哦，啊，这公共政策啦，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啊简单的啊介绍。啊，当然，大家我会问讲，诶，啊，咱考题是要出什么？要考什么？足简单。你若读了有顺，你就拢甲打圈圈，哦，啊，这你就啊，足简单嘛。啊，那一般来讲，难得出圈圈叉叉吼、哦，应该话讲较无输赢的啦。你若拢甲千拢甲写千千啊画的画吼，你起码呐稳。但是我甲你讲，这是讲一般的想法，迄命题因为。高等考试，我那是啊，审题过，高考啊，普考，成本管理啊，会计，我是审题委员，所以我出题袂讲陈秘书长遐歹考，安怎？因为秘书长的题目啦，可能头拢对，干后壁唔对。啊，我咧审题吼，头啊那唔对啊，啊后壁那对啦，啊袂使哩，迄迄题目那袂使哩。你要就是讲头拢对，后壁那拢对。所以爱好。大家了解一下，好，咱即马就要来看咱所准备的，可能上重要的一代，咱今仔日目标，咱来意识，最重要的所在就是啊，咱即马咧发啊这个讲义，我希望这个讲义提转去啊，假如讲
浪费掉，因为咱足珍惜这个资源的啦。所以讲，你要爱，你拢会使呐，扩转去。啊呐，哪会遐济人顶一期的无用，啊，咱这期的有用。啊，因为大家足热烈，我是讲，这无予大家用转去吼。以后你要去审查的时啊，你拢会使摕这个例来算。所以这个所在是无要考，但是足重要的。这个例子啦，但是我有哦，这内底我有一条无要予大家计算啦，计算无啦吼。计算是要提灯的，你以后要心在时啊，才来参考啊，来安怎啊算？这啊，这个后来咱即马来啊开始，安尼这个读落来有顺啊无顺？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公共政策，咱一定爱知影嘛。什么叫做公共政策嘛？啊，公共政策是政府决定部门在这个特定时期，特定就是说什么时间，吼、哦，啊来解决啊公共问题所采取的方案。合意住宅，什么叫做合意住宅？从来。唔捌听到，啊，老蒙政府以来创制一个名词叫做合意住宅，啊，伊这都是是毋是公共问题？大家少年人拢无法度啊买厝，啊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啊，来弄一个合意住宅。啊，实在，和大家莫名其妙一那无爱说是啊，国民住宅，啊用合意住宅，所以大家去思考，公共问题它主要。不是嘛？他是在图利啊，那个财团嘛，建商嘛。你那不是要图利的话，那用合意住宅要？你那讲啊，国民住宅，公家的土地建了以后全部出租，啊，都是。盖两啊，就是啊，等于是两房的啊，都盖两房的，全部出租啊，一个月租金啊3500-4000块，那这样大量推出，安乐去解决公共问题了嘛？所以伊根本唔是来要何啥，要何财团和大家来差啦，合意住宅。你那听了讲哦，做啥啊？国民住宅啊，有诶讲啊，国民住宅较俗啊。你这个合意住宅啊，会使卖，会使搁较贵啊。这都是有这个问题嘛。啊，过来，咱来聊公共政策啊。咱这就是公共事务啦，要了解一下，什么叫做公共事务？公共事务啦，就是要来解决人民的问题，甲满足人民的需要，这所做的代志叫做公共事务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啊，要促进社会的福祉，啊，甲保障国家安全，这拢叫做公共事务。这应该大家啊爱了解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。啊，政策的类型哦，让大家知影就好。
大家爱知讲，咱的政策的类型有几种啊？第一种啊，叫做分配性的；第二种叫做管制性的，哦啊；第三种重分配，啊，过来自我管制。这四个内底啦，咱来了解讲啊，迄、那个重分配是什么代志？伊这就是咱所讲的那社会福利政策啊，这就是叫做分配性的哦，分配哦，啊，因为有特定的人啊，特定。但吼，即马要予遮个特定的人吼、哦，去享有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啊，那是管制性的啊，咱就是讲拢迄个外汇管制啦啊，所谓以前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进口商，你要讲要进口啊，你要进口东西，一定要有进口商啊，进口商你一定要。外销，每年外销达到美金啊，就是达到一个限定，他发给你进口商的牌照。啊，起码你不讲要签进口商，有没有特别的规定？起码等于这啦，无什么特别规定。所以讲，爱甲大家讲这吼，这个性质就好啦。啊，其他啊。啊，唔要紧吼，啊，咱这就是政策的结构啦。咱政策的结构啊，就是从上，哦啊到下层，啊下层的得以啊，我们不得已啊违反上层，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反映啦，反映上去有什么啊问题，啊这就是从这政策计划加实施。方案来做，哦，啊，这我好，大家了解就好啊，啊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今麦过来讲，这一定爱知呀，吼，这个一定爱知呀。这就是讲政策被制定的时候啦，一定有一个政策制定的一个程序，啊，这个程序啦，希望大家拢爱清楚以后。你要去管政府，你敢问讲，您的政策有没有按照一定的程序，安尼乱过，安尼造鬼？那有，啊，您来议会报告。啊，那无，全讲啊，这个政策袂使你啦，咱会使要求，这就是讲啊。议员可以要求国家政策要制定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依照这个程序啊走够，那我们就来实施。合一住宅有没有按照这个程序走过？不是啦，看讲。啊，这个所在建爱偌大，哦，啊，都搁围较大嘞，啊，搁爱偌大，搁围较大嘞，迄实在根本就是图利建商啦。所以，迄、那个耶稣安怎讲，老板要钱呐、啊，啊，这伊家己讲的，也不是。这就是安尼讲啊，所以拢要，哦，安尼，他自己也要，他说老板要，啊，实际上啥，啊，选举都要搞啊，啊，就用这个，安尼大家来讲啊，政治现金，即卖去敲到钱，拢讲政治现金啦，个人迄个去敲到钱，讲我是政治现金，安尼，这就是。咱即马就是讲，这拢袂紧，这干那大家爱了解讲，吼、哦、是爱按照这个程序，吼、哦、啊来决定这个啊政策。但是遮呀、啊，唔是一般大学生、甲研究生，无共啊
四书无共的，有诶都无读到，吼、哦、啊，拢我是较专业啊，咱来甲看看啊，看这个图吼、哦，来互了解一下。实际上，要来这个需求认定需求认定的时候啦，看有做过这个专业的课程啊无？啊，你看大家不一定，大家拢会读到啊。这那是唔是专业的人？啊，无一定拢会了解啊。吼、哦，咱刚讲因果分析，啊，是咧讲什么？啊，无要紧，大家先了解讲有这个顺序，安尼绕一遍，啊，到后来我们再绕回来，安尼就好啊。咱在问的是。问官员讲：“你们制定的政策都很好，但是希望你告诉我们，按、啊、你们制定的过程啊，有没有按照这个程序跑一遍？”好、哦，安尼这大家都爱了解吼、哦，这吼、哦、这每一个项目啊，有都可以开一门三学分、两学分的课程呢，吼、哦。啊，这课程内底，你看，安尼，若要一项一项来读，我无一定大家拢会收会到啦。有诶是偏重哪里？哦，啊，咱请啊，迄、那个赖校长来。赖校长，伊就我偏重在这个地方，吼、哦。伊本身是高考及格，国税局上班，过来会计师考试及格，又当会计师啊一段时间。啊，过来去学校啊，做研究啊，怎啊？即马校长是啥？唔是以前吼、哦、空降部队呢？较早你要做一个校长吼、哦，你甲行政院啊、教育部无关系的人，你。个门都没有了。有一个，即国公，予大家了解讲，迄阵的情形。有一个朋友讲：“啊，张教授啊，你为什么要出去了？”我跟他讲说：“啊，我已经到顶头了，根本不可能再升了嘛。”要再升多少？空降部队又来了嘛？啊，我已经升到顶头了。啊，所以现在就是大学里面有大学啊自主了，啊，推几个委员会出来啊，来投票产生啊校长，因为赖校长就是因为这种现象。校友支持，校友投票，由校友来治理啊学校，也是很优秀、很难得的。所以，讲起来，这就是政策的决定的时候，拢爱去思考到的问题。好，咱即马个讲到这啊，这个所在是要甲大家讲。财政啊，预算，财政预算啊，有两个咱长，我有用足侪时间咧讲啊，
这个问题，咱过来复习一下。要先要了解讲岁入甲岁出啦，吼、哦，搁复习一下，吼、哦。这就是啥？咱讲预算对未来年度期间的岁入岁出的预测、计划、控制管理的工具，是用啊货币的数字量化，用数字。我大家应该知去，伊讲阿拉伯数字啊，170甲啊50，大家有这个印象无？知去？啊，这就是什么？对，这个就是数字讲话。啊，这就是讲用货币的啊数字来量化啊来表达，好、哦、啊，这就叫做预算。预算啊，有什么预算？大家想看卖，复习一下预算有没有？法定预算是什么？啊，通过的预算，所以安尼大家，我有进步，我足清楚，可能以前也唔知啊，咱所以咱这预备会议的效果真好，大家鼓掌一下啦！后来咱这样人清楚啊吼，啊这下预算是由啊政府机关依据政策。政策来编制，经国会审议通过后，交由机关来执行啊，这个叫做法定预算在执行。那么可以加强政府机关的财务管理，啊，看这里下啊，这里监察啊，就是的能力，使政府的财政透明化。这点啊，啊，足重要的。实际上，啊，老师来给大家讲课，真正，若不是专业会计师啊，去提遐预算啊，跟咱啊赖校长啊。真正看不落啦，一本遐本，唔知要安怎看，确实嘞。因为赖校长带宝宝啊，我迄阵啊，伫早期啊，叫我开一个课，真正我收集所有的咱。流亡政府的预算，确实爱用车都啊塞，一本拢下本。我是干那，甲审计部审查过的，我干那咧讲这个审计部审查过的迄个公报，一塔都下塔，无法度。迄个呐。到尾啊，咱咧讲，主要讲啊，大家有兴趣的，回去上网去查审计部的审查公告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你若无这个相当的基础，你要哪有法度去看？你这个根本都无法度嘛。啊，个内底。助理是不是我是读财经的？啊，若不是读财经的吼，来啊，无法度好来看。啊，秘书长足重视的，伊讲咱即嘛，咱遮的成员一定爱加强财经的观念。大家以后要做什么代志？
拢会为百姓设想去做，安尼都无问题。早期啊，党外人士，那拢一挂法律的较济，啊，甲医生的较济，那无一挂财经背景的人，财经背景的人，伊真好过啊！我那咧插插恁家咧，都啊迄个，啊，我过了好些好些都好啊。人来甲我问我一个朋友讲，张教授啊，你都遐好过，你咧变遐有诶无诶，要创啥物？甲我讲啊，一个即摆啊，我是国立学校在台中，那个是我的学长啦。啊，我到台中就杨教授啦，可能那是台中来的，有办啥物活动，我若落去台中。我就打一个电话给杨教授，叫阿公啊，杨教授啊，拜托你来给我载的，因为我的学长，我对我很好，啊，拢会来给我服务啦。啊，伊都不爱去听咱的活动啊，啊，我就讲啊，你就来给我载，啊，伊就会去啊，来给我载，啊，我甲想要甲拖去啊，啊，那是，无可能啊，伊讲你那咧变遐有空无算的，啊，你都遐好过啊咧。边遐有扛无算，这就是啥？因为伊无使命嘛，人死啊，起码要怎么样？要留名嘛。伊干那唔是啦，干那伊家己较好过，啊因内底囡仔较照顾，安尼过了较舒适的就好。啊，我十八趴的啦。啊，所以，大家爱足清楚啦，吼！啊，过来，这个就是要让大家知啊。那提新加坡的例子，因为咱要甲较先进、比咱较先进的国家。赶快呢，来学啊！新加坡伊一个小小的所在，治安有好啊，无好啊？伊有变心啊，无啊？安尼大家都足清楚。那爱去设这个要做啥？监狱这么多，边境的好啊，让人家新加坡推行得很好，啊，他们的住宅也推行得很好，所以让爱加先进、较先进的诶国家来学，啊，这就是我伫因的网站里面呐，啊，加伊咧照顾弱势。啊，做事都较无法度能力去啊，探家啊，他们一定会有一些补助，吼、哦，啊，个这就是啊，等于社会救济嘛，吼、哦，啊，让大家去了解啊，爸呀，别创什么代志，把思考。扩大一点，袂使干那咧了解流亡政府这个代志，啊，咱爱国去了解较其他国家，咱会使做啊参考的。啊，即马来讲啊，税出加税入啊，政府啊，各机关的会计年度，咱是什么制度啊？是一月初一到十二月三十一日，对吧？对吧？好，啊，这就是啊，咱的会计制度。
啊，咱即马就讲啊，为了推行各项啊政务的一切支出的计划，咱叫做啊税出预算，但不包括了下面。啊，若出一个题，咱只无爱甲写，讲包括债务偿还，安尼对啊？唔对？啊，所以这都要注意啊！吼、哦，你咧看题目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。啊，这都、就是奈，这都是爱予大家知影基础啦，无包括啥债务呢？啊，你即马你咧这个要做啊？咱的税出，你若果用债务啊，你都定啊，迄个另外啊处理哈、啊。咱有。这个做啥？税出来的有几个项目啊，拢有这会计科目啦。哦，啊，这有诶，遐济项吼，这话免咱免去想了解。好，阿伯啊，咱有资料都这项目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是，所以咱讲。国防支出啊，咱若卖国防支出，咱就省咧足济个啊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大家话足清楚。啊，过来，这叫做啊，咱叫做啊税出哦，吼、哦，这里、个、叫做啊税出。咱过来看税入，政府会计年度内啊。应支应的支出，那么计划所筹措的收入，啊，加的预算啊，税入的预算，不包括什么债务的啊计借，啊，跟以前的迄个腾余啊的啊余用，都未使包，拢未使包落去，哦，安尼，这两点。这大家一定要了解。啊，这个税入吼、哦、有这多项啦，哦，这多项。这个罚款的收入啦，咱啊以后吼、哦、尽量不爱罚款啦。安怎？你甲罚款，伊讲哎，我有钱啦，啊，你做你罚我来违规啦，安尼敢袂使？啊，都抓来鞭刑的话，才罚款。这是有诶，讲好野人，诶，啊，我到红线照停。我看一个报道吼，通啊，大家去思考卖，看有多啊。我咧看迄个叫做啊，迄个新闻报道，可能是瑞典的这个国家来看。讲一个市长啊，塞战车，把迄个做啥？迄个为因遐开个辫子啊，停伫这个红线吼、哦，佫超出一丝啊！伊怎塞战车？怎为超过部分怎佮搞过？大家毋知有看过着无？所以人就是安尼啊。有钱嘛？你塞好车去你遐，什么人来敢甲干？你听伊话，塞进车都甲搞鬼。所以大家去思考吼，迄是先进国家吼，它表现出来的违规就是违规，不能罚钱就算数。要鞭刑，安阿伯唔吃唔干。好，咱即嘛，因为迄啊，咱拜六的讲者，啊加啊赖校长伊。我讲到预算的严格啦，吼、哦，
我拄啊有准备起来，也无甲因读吼。这是要互大家知影啦，吼。所以要互参考，这个财政预算啊，是英国开始的。哦，英国伊迄个较早的时，伊都有这个啊。哦，啊，咱这都会使讲啥啊？预算制度啊，啊，开英国啊，当时要求政府的各项收支必须事先做计划，经过议会审查后才能够执行。啊，财政啊，资金的使用也要受到啊议会的啊监督。啊，这就是阿伯啊，咱的工作的一项。哦，啊，过来美国人这个规定，哦，伊把啊一千啊1800年的时啊，啊有这个规定，讲财政部要向国会报告财政啊收支。过来，佫特别。因你敢若报告尔，有诶，那个咱讲诶，因你管袂遐济，你爱资料我来送一大堆去，啊，你若无时间好看，啊，伊要安怎去管去？啊，所以我足麻烦诶。所以讲，1909年啊，美国政府啊，美国政府就建立了联邦预算制度，吼。啊，这咱就爱去思考啊，哦，爱去思考。咱这个草案了后，可能刷落是毋是爱去做这个问题啊？吼，哦，啊，这1921年美国国会通过，吼，哦，这个预算审计法案，吼，哦，因正式规定讲，总统每年爱向国会提出预算报告，啊，这就是要甲行政单位讲，国会是在监督行政单位，不是行政单位一切超越国会，所以这个观念大家一定要有，吼。这上重要啦，你个，因为这就是啊，时间上啊，我真正无法度，遐差，我2点，因为后边第三教室我爱去上课吼，闭幕式我爱过去吼，所以我叫伊讲头啊讲较紧嘞，咱即嘛安尼啦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咱这个法案，台湾啊公民权利法案，是什么时阵通过的？大家，我来，因为上一期我呢拜托大家，第一期通过。啊，咱台湾啊，民政府要做公民权利法案，有参与起立表决的，站出来，给咱鼓掌一下，好不好？有啊，无？哦，站起来，咱给鼓掌一啊，足难得，顶一期讲无半个啦，啊，迄阵啊，40几个啦，啊，我有诶无够，但是超过咱开会诶名额，拢是用啥？起立表决啦。咱的迄个法案内底有体力表决无？所以，迄阵啊，我咧主持阁无浪费，
我迄阵啊，若讲用指数表决话，啊，就真歹看。啊，咱用起立都要有下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天佑台湾呐、啊。啊，咱这个法案三摆来来去去，美国通过，所以咱要做预算的话，一定要根据这条法案。咱今啊上重要的，大家看这税出概算所采取的财务啊支出的计划。其一本比小一的不得执行，这就是在防止防堵行政单位扩权，他有预算，他要干什么都可以，不对的，安尼知影无？所以咱这个那无伫国会无甲立位，后摆啊行政单位因有预算应该哩。无必按照这个规定，因都去做，安尼是袂使哩。所以讲，这个足重要哩。啊，下面叫做一本比，大家爱这个，这个啥？益的啥？效益嘛。啊，本是啥？成本嘛。安尼足简单呢。咱就是讲效益啊，甲成本啊，看有没有大于益，吼。这个效益较大，较大成本啊，就有大于啊嘛。所以我是真简单啊，有诶就看到这啊，这都无兴趣去啊，安尼都啊，唔知要安怎看去。搁这条、这条哪会足重要？伊这啥？一本比啊，我们计算一本比的时候，非具体效益的总额以。整体效益的总额的30%为上限，这样的规定。为咱政策啊，政策要算效益，歹算啊，算不出来。但是讲你这个规定啊，咱整体的这个啊总额啦、啊，它的整体的效益的总额。30%为上限哦，别再超过哦，干那30%，互你会使，互你处理的，互你去做尔，啊，超过就别再，一定爱要一本比哦。但是国务院啊，每2年可以调整一次啊，啊，天哪，限定和国务院行政单位这里较有弹性这里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这个问题。啊，时间伫咧逼近啦吼，即咱成本效益原则，我就是讲硬，即有硬讲伊，互大家，这个实力足重要的啦。因时间上的问题吼，讲伊有，所以讲咱即就是一本比啊大于一的计划啦。就是整体效益大于整体的成本，那么有实行的意义啊！一本比越大，实行效率也会越高，也值得去实行的。咱这就是在黄壁下，黄壁文字馆了、啊，哪里黄壁下？要5毛给一块了，那是什么人？大家拢讲叫送盘的，啊，真正是啊，要5毛给一块，啊，都是在收买基层，这大家清楚无？所以我们是在防止哦，迄阵啊来定这拢去考量到这，所以以前遐个人哦，我足用心的。这个大家看。时间上的问题吼，我看吼，安尼啦，这个叫做作业啦。回去袂使怎啊迄条去呢？后摆啊，要考试，就要予你计算啊呢。哦，
这个带回去，刚好大家都有分到，带回去练习，有困难的啊再来讨论，因为啊时间已经超过差不多一分钟了，啊，这个例子哈、哦，这个例子就是要给大家算，哦，这拢有写个足好势，哦。这要讲一个，什么叫做约当？约当吼，在管理成本观念内底叫做相当啦，大概的意思啦。这个约当啊吼，予大家知影。好啊，这个案例带转去做练习题，大家互相讨论有什么意见，啊，才过来参考。好啊，这足重要。啊，最后啦，咱我有结论吼、哦。啊，因为这吼、哦、啊，这咱来昏迷指数啦吼，讲、哦、苗栗县市也做脑死啊啦。吼、哦，这个财政的昏迷指数吼、哦。啊，来，咱大家目标是安尼，所以一切为百姓设想。感谢大家，今日感谢，谢谢。谢谢，非常感谢咱的议长。